小朋友拍照毕业大声尖叫，听得出来有多开心，因为被满满的粉红色花海团团包围，超梦幻。粉色的小朋友最喜欢粉红色，很漂亮，而且适合照相。向日葵、百日草、小邮局、波斯菊，各色花海随着微风轻轻吹，如同彩色海波浪。很漂亮，树大便是美。台北好像很少这么宽广的地方。北部民众返乡过节，趁小年夜，全家大小带来高雄美浓花海。花田中还有装置艺术、幸福浪漫马车、许愿浪漫满屋、互动热气球、巨型棒棒糖等等，在旁边怎么拍都好看，还蛮壮观的。活动设计还不错，很多颜色啊，空气很好啊。看到绝美花海，心情都跟着美丽起来。展期从1月25号到2月28号，规划5大花区，设置10大装置艺术，每到春节都是高雄招牌活动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没有办法到很多人多的地方。跟小孩介绍，还没盛开的花。跟盛开的花之间的差别，避开人潮到室外走走，享受乡村风情，体验美浓山水的美，也感受客家庄田园色彩缤纷。记者金千中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